Hello，可以听到吗？Hello，可以听到吗？咱们稍等一下，其他人啊，等他们都进来了，咱们就开始。新进来的朋友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可以，可以。好，咱们等一下其他人啊。好。Hello，新进来的朋友可以听到吗？可以。咱们等一下其他的人，再等两分钟，然后咱们就开始，好吧？好嘞。
咱们已经等了他们3分钟了啊，咱们现在就开始。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的这个手机屏幕吗？能。可以。可以。Hello，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手机屏幕吗？可以。哎，好，然后咱们就开始啊，今天咱们要讲什么呢？今天咱们主要讲这个 CapCut 里面这个功能性的软件，对吧？上节课我给大家说过啊，然后呢，在中间有什么问题，大家直接就可以打断我说就可以了啊，就直接问就可以了。好，咱们打开这个 CapCut 的软件，如果大家手边还有这个空闲的手机啊或者 iPad，可以就是边听啊，咱们点开这个软件，然后一起来操作一下，一起来点一点啊。同样的，我们再复习一遍，进来这个 CapCut 之后呢。然后 New Project 对吧？这是我们新建项目，这个无所谓啊，我们随便选一个就可以了。好，选好之后进来是这个界面对吧？大家还记得吧？这个，中间这个部分就是这个我滑动的这个部分，大家可以看到我动的这个部分，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轨道的地方。然后呢，这个是不是我上节课说过，两个手指头就可以把它放大，对吧？不是放大，把它拉长。缩短，但是这儿拉长不是把它时间拉长啊，是把它这个素材，拉长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这个更加精密的剪辑，这样剪出来就是基本没有什么误差，然后呢，上节课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简单的界面，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各个的板块，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最底下有这么一排，功能性的按键，对吧？然后今天呢。我们就针对于底下的这一排子功能性按键进行一个这个讲解。好，行啊，其他人没见，咱们就开始。大家可以看到底下呢有这个edit 对吧？还有 audio 是吧？这两个其实是我们最左边的这两个，大家可以看到有个小剪刀的这个样子，最下面这一排啊，然后右边这个是一个这个音符的这个样子。这两个呢，是我们最基础的剪辑的这个功能。最左边这个 Edit 呢，它就是剪辑啊。点开看一下，它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这是剪辑。然后呢，右边这个 Audio 对吧？这个是音频的这个设置，音频的设置。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啊，可以看到吧？进来这个剪辑，它有这个速度，还有这个音量不可以调，为什么呢？因为我放进来的素材是一张照片。所以说不能调它的速度，照片只能把它的时长拉长，但是不能调它的速度的快慢啊，这要注意一下。所以我先放一个这个视频进来，放个视频进来，那咱们就开始从左边开始讲了啊。这个可能比较用的时间比较长，大家就是耐心的稍微听一下。这个只要是大家能都了解透的啊，都了解透了。那么大家就是，是在后面剪的时候就会避免这些问题啊，就会流畅一点。点开第一个 edit 啊，你看第一个 edit 点开之后，是就又有很多这样子的功能。第一种呢是可以把这个，大家可以看我这个线吧，上节课我有说过，中间的这条白线。这条白线是干嘛的呢？它就是我上节课说的那个，它就相当于是一个精准的分割，就是你放在哪个位置，你就可以对哪个位置，比如这个位置吧，我放在0.1秒的地方，我就可以在这个位置上进行一个处理，对，相当于它就是一个指针那样子的一个功能。第一种是可以点最底下这个 edit 啊，可以点这个看，点完之后大家这个软件里面只要选中这个。哎，它的旁边就会出现一个白色的框，大家可以看到吧？这样是没选中，这样是选中了，对吧？这就是会出现一个这个白色的框，这个呢就是告诉我们选中这个素材了。好，这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啊，全部都是这样的，它都会出现白色的框，只要选中。我们从第一个是这个 edit 的第一个讲起，split 对吧？这个是干嘛的呢？split 就是一个简单的分割的一个。功能，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如果说我导进来这个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素材上面有写，对吧？12.9秒。好，如果说大家自己用手机拍摄了一段素材，但是呢有很多废镜头，我得怎么办呢？来，第一种方法啊，我们点这个，把这个白线需要剪辑的位置上面，比如我这个白线的这个位置，前半部分我不想要，对吧？我只想留下，怎么办呢？可以点 split， 对，点好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它就会分割成两部分，对吧？中间有一条剪辑的线。好，如果是要删掉这个前想要的素材怎么办呢？我们同样的啊，我们在进行这个操作的时候一定要选中，选中这一段素材，对吧？因为你要删掉它，所以就选中，选中之后点底下，大家可以看到 delete 吗？这个删除的功能，是不是就删掉了？就留下你想保留的这一部分。好，刚才我点的是这个撤销键啊，是撤销键。我们再往后走，然后是什么呢？再往后啊 ，edit 的第二个功能。这里会有很多人问，稍等一下啊，大家。进来四个人。我们刚进来的朋友也听一下啊，我刚讲到第一个功能就是 split 的功能，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刚才这个就是跟大家说的，大家是不是现在看不到我的屏幕了？看不见。等一下啊，它断掉了，现在可以吗？可以了。好，咱们刚才说到 split 了，对吧？大家听的声音啥没有问题吧？我这边的声音可以听清楚吧？好，来，刚才是说了第一种功能，是把前面这个部分剪掉。我准备做那个 split， 可是我点了哈，他说他在这个位置是不能 split，是为什么？您是放的什么样的素材呢？就是一个 video 啊。不应该啊，你看，这随便我不管放到哪个位置，但是你得选中啊，你看大家看。我随便就能去把它 split 呀，对吧？你看我是不是分成了三好几部分了？已经应该是可以的，您再试一下啊，一定要选中这张照片。好，然后这是第一种方法，对吧？我把它分割成了两部分。同样的道理，如果后半部分您不想要啊，同样的选在这个地方，这个白线放在它这个您要割的这个位置，大家划就可以了啊，放在你要分割的位置，再点一下 split， 删除后面这个，选中后面这部分你不想要的素材，点 delete 就可以了，是对吧？底下出现一个 delete， 第五个功能按键。好，这个是删除前和后，如果大家想删除中间这部分怎么办？同样的啊，大家看一下，点一下 split， 对吧？然后保留中间这一部分，然后把前后删掉，这个删掉和后面这部分删掉。保留中间这一部分就可以了，对吧？很方便啊。好，还有一种方法是什么呢？这个是比较慢的，精准的啊。还有一种，你看，大家看一下啊，比如在这儿，我不想要前部分，对吧？怎么办呢？来看一下啊，这个白色的框是出来了吧？然后我怎么样去把它放到白线的位置，删掉前半部分呢？我们长按住最左边的这个白色的框，然后进行一个拽，大家可以看到吗？我再拖拽，对它进行拖拽，这样它就会把前面的这部分掩盖掉，然后到白线的这个位置呢，它会有一个轻微的一个触感，松掉之后它就会自动贴合到我们的最前面啊，自动就会贴到我们的最前面。大家这儿听一下，后半部分也是同样的，大家看啊，如果白线的后半部分我不想要怎么办？同样的是点击后半部分这个白色的这个啊，白色的这个有一个这个竖线的这个框。我们点住，进行一个把它进行一个拖拽，可以看到吧？拖拽到这个部分，它就会自动的把它给掩盖掉、删除掉啊。这是两种方法，一个 split 对能去删，一个是这样拉这个框去拖拽，可以也可以进行删除。这是我们第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删素材中间这个废掉的部分的一个第一个方法啊。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看这个底下的 speed 啊 ，speed， 这个是干嘛呢？这个是这个变速的，这是一个变速的功能啊。
对，speed， 我们点进来看一下，有两个对吧？左边是这个 normal 对吧？这个是干嘛的呢？这个是我们的常规变速。右边的这个呢，这是我们的曲线变速。大家可以如果记不住，可以看这个啊，它这个小图标，对吧？一个直角，然后中间有一条线，是吧？是个直线。那这个大家就记住，这个就是这个常规变速。右边这个呢，也是一个直角，然后中间是一个闪电样子的，对吧？这是曲线，对吧？这是曲线变速。好，我们先点左边的这个，啊，我们点进来看一下。大家现在看我这个，先看这个啊，对比一下。我现在这个视频是12.9秒，对吧？来，我们点第一个这个曲线变速，对，常规变速。我看一下，我把它设置成2倍速，对吧？可以加快速度，可以放成3倍、5倍速，对吧？都可以自己来进行调节。大家可以点一点试一下啊，大家可以试一下，我这可以调成3倍速。来，3倍速，大家再看一下，我这个时长是不是就从刚才的16.9秒变成了4.3秒？这说明整个速度就加快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来，比刚才加快了。然后我们这个是我们的常规的变速，就是整体，哎，你这个素材的整体都进行了一个变速。然后呢？放到我们的初始位置1.0的位置，哎，这里大家再看一下，这是我们的这个原本素材的这个速度啊。如果大家想去把它变慢怎么办呢？就是往左滑，这里有个绿色的小点点，可以看到吗？这个绿色的点，滑这个点就可以了啊，是不是？往右滑是加速，往左滑是减速，然后我们滑到这个0.5的位置，让它变慢。哎，大家再看一下这个时间啊。是不是成了25.9秒了？从16.9变成了25.9，一下又变慢了。大家看，不清楚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的常规变速，一个快速和慢速的一个这个搭配。我们再往后看，这还有个曲线变速，我先把它还原了啊。好，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常规变速，特别简单，对吧？一个加速，一个让视频加快，一个让视频变慢。来，右边这个是曲线变速，我们点进来，这个就比较好玩了啊。为什么呢？可以看到我们最左边这个，大家看到我这个绿色框住的这个吧，一个小井盖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图标，这个就是说，大家在选完之后点这个，就是取消你的这些，把这个曲线变速的功能给取消掉，哎，点这个 feed 就可以了 ，feed 就可以了啊。来，大家看这个。先第一个，这个是蒙太奇啊，这个是干嘛的呢？这个就是大家看这个啊，这个就是我们官方在这个看可以看到吗？它在这个里面为我们设定好的这样的曲线，它给我们设定好的这样的曲线。然后大家如果看不明白，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自定义，对，这个是我们的自定义，可以对视频进行一个看，这个10x 可以看到吗？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加速，哎，然后这个中间这条线啊，中间的这条线，我给大家还原到这个位置。中间的这条线呢，就是我们视频原本的位置啊，原本的速度。然后呢，它会一共会给你5个点，然后你自行的去进行一个变速的这个过程。来，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整体来说比较流畅一点，就是还可以做出来那种。快慢结合的感觉啊，快慢结合的感觉。来，比如说我放到同样的这条白线是可以拖动的啊，我们放到第一个点的位置，我可以先让它加速，再让它减速，对不对？来，我们看一下效果啊，然后我先把这个取掉，我们看这个官方给的，我们一般用官方给的这几个软件就可以。第一个呢是蒙太奇啊，蒙太奇，我们看一下效果。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先慢，突然加快，再慢，对吧？再突然变慢，然后，哎，这是我们的蒙太奇。这个呢，就是我们平时啊拍 vlog 呀，是吧？出去玩那种走路的视频，是吧？我们自己手持着手机就可以用这种加速的这种的啊，可以看再看一下，啊，就是这么样一个效果。我们点进来它的这个看一下，看
这个呢就是官方为我们自己已经设定好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曲线加速和减速的一个这个差速的一个效果啊，差速的一个效果。看一开始它是先正常播放对吧，哎突然加快，然后突然又放慢，形成了一种反差对不对，形成了一种反差啊，哎然后再回归到正常速度对吧，特别简单啊，大家完了可以试一下。然后第二个是啥呢，大家看一下这个再往后啊，第一个是蒙太奇，第二个这种是大家看一下效果啊。很明显对吧，我们点进来看一下，就是咱们看一下其中的这个它设定的这个原理啊，一开始突然加速对吧，然后加速和减速之间形成一种反差是吧，大家可以看到每个都是对称的啊，这样呢我们视频整体下来的这个流畅度比较好。哎，好，我们再往后走是吧，又突然加了个速，然后又慢慢的降下来。对，这个呢统称为这种属于一种这个对称式的这种的加速啊，对称式的加速。然后我们再往后看这个，这后面这两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子弹加速，我们看一下可以看到吗，我们直接可以看这个原理啊，看一开始特别快，然后到一个位置呢突然放慢，哎这种感觉是不是就和电影里面的那种效果一样，有那种效果打子弹的时候对吧，慢慢的出一个子弹，然后是吧快速的出一个子弹，突然放慢那个子弹的速度，然后再过去，我们看下效果啊，看突然变慢，然后突然加速啊，这是我们的这种。后面的这个呢，这个詹波这是怎么念啊，詹波 cut 对吧，这个是相反的一个原理，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就相当于和刚才那个相互颠倒了一下，它这个就是先特别慢啊，先特别慢，看特别慢，然后走到中间的位置加个速，哎又特别慢对吧，这种适合那种炫酷一点的，加个音效啊，加个音效那种感觉特别好。后面这两个给大家简单说一下，看这个是快进的一个这个特效果，它快进不是我们平时的那种哎看电视的时候快进一下，它这个快进是快速进入的意思啊，可以看一下前面特别快，到这里慢慢的哎缓冲进来，我们看一下效果对吧，快速进入，然后慢慢的对进行一个这常规变速常规速度的一个播放。好，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我们再往后看啊，这个是我们的快出，就是快速出入，我们看一下原理啊，先一开始是常规速度对吧，然后到这个部分突然是吧，这个部分加速，从这儿开始提速到这里，然后突然慢慢的加速对吧，我们看一下效果啊，刚才是相反的，它是慢慢的走到后面突然的出去对吧，突然出去，对，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曲线变速啊。很多人问，你看大家看一下，我这个位置的时候我的这个speed 对吧， speed 还亮着呢，我们就可以进行选择，但是后面的照片呢你选好之后这个 speed 就黑了，这就是我刚给大家说的，照片只能把它拉长，让它延续的时间长点，因为照片不会动对吗，只能让它变长对吧，变短，但是不可以给它变速啊，因为它是照片它不是动态的，对。好，这个是我们的第二个功能，这个 speed。再往后呢，这是我们的音量键啊，这个就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是干嘛的呢，就是上次给大家说了对吧，这个轨道的最左边点击之后是给我们的整体的素材全部都进行了静音。然后呢底下的这个音量键第三个这个volume 对吧，这个是干嘛的呢，这个就是给我们的视频，如果您不想让它全部静音，您想保留一点声音，哎你这就可以调呀对吧。这样没音了，一样的道理啊，这不过这里是能调的具体一点。然后这个打八叉的最左边这个打八叉的这个音量的这个形状，这个其实就是让它整体的就变成零了啊，但是我们这个呢可以就是随便调0到200之间的值，我们都可以调，也可以放大声音啊，都可以。好，这是我们简单一个音量。再往后看这个 animation， 这是干嘛的呢啊，这个呢就是属于一个这个动画，哎我们视频的一个动画，
对，它是一个那个动画，我们进来可以看一下。来 ，animation 进来之后，我们点进来啊，它是不是有个 in， 有个 out， 有个 camp， 对吧？左边这个是进入的动画，右边这个是出的动画，中间是出的动画，再往右的这是组合动画啊。我们挨个进来看一下，先点这个，大家是这个啊 ，animation。对，进来之后我们点击进入的动画，这个呢就是，相当于我们的一张照片也好，或者是一个视频也好，大家看效果，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是吧？它就属于一种动态的这样的一个动画的效果，当然了，大家看那样是不是闪了一下，特别丑？然后大家看这个中间这条线，大家能看到我拉的这条线吗？变时间的这条线，啊，这条线，然后呢，这条线的拉动可以看到我这个轨道，它有一个绿色的这么一个这个部分。随着我拉长，它的那个绿色也会变长啊。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呢？这个就是大家在让这个底下选中的这个效果，对，让它选中的效果，时间就是时间的一个把控。如果放到这个这儿呢，就是闪的出，看闪的出来，突然一下就出来啊。所以这儿可以调这个效果延续的时长，比如三秒，大家看效果，对吧？它在三。慢的时候，它才会慢慢的回正。我们再调个时间长点再看，来，对吧？中间这条线大家记住啊，它就是一个，调这个效果时长的一个这个这个拉的这种按钮。对，一般调个两秒左右就可以啊，两秒左右效果就很好，对吧？好，然后这后面我就不一个一个说了啊，后面有很多这样的效果。都这样的效果。好，再往后看，对，这些都是我们进入的一个这样子的效果。就比如说照片是吧，有些人喜欢做这种电子相册，哎，这种的你看加一个这样的效果就很好呀，对吧？你给大家看啊，对吧，有这种跳动感，哎，特别好。然后呢，这是我们的进入，我们的出，后面 out 出啊，这个相当于是我们视频的一个结尾的一个动画，来给大家看一下啊。稍等一下，这网不太好，大家可以在自己手机上点一点啊。我找个下载完了，可以下载掉。同样，这个时长也是我们延续的时长，比如放在两秒的位置啊，或者一秒的位置，来看一下，这我们加了底下的这个效果了，对吧？来，对吧？它就会慢慢的出去。我刚才下的是哪个？这个，大家看这个啊。对吧？它相当于所有的都是，如果大家不想去要这个效果，我们滑到最左边有一个我说的那个前段上的那个效果，但是大家是不是出来是全的？视频上面完全没有体现，对吧？怎么办呢？同样的点里面是进来之后啊，你看，比如出来了啊，大家这里要仔细听一下，这是我给大家说的轨道制度。大家看啊，出来是不是找不到你这个这个加效果的这个地方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它你返回来之后，它的所有的就自动隐藏掉了啊，因为这个界面就这么大。大家可以发现了，就这么大，你要放太多东西的话，对吧？是不是？它就会出来你的这个效果。同样的啊，删掉了点左边这个小井盖，删掉就是保存退出的意思。好，这是我们的进入动画和出入动画，我们再看一下后面。这个组画，这个呢就是比较 3D 一点，比较立体一点了啊。这个就适合做一些电子相册的东西，大家可以看啊。再找个明显点的，
会比较 3D 一点，但是这个效果它就这么大，它就这么大，这个中间可以延续这个效果的时长。对吧，那个再回到绿色的，大家可以看这个是黄，再往这个我先删掉这个功能。这个后面还有什么，这个后面我就不说了啊，有很多可以看到，这些都可以，我们那个照片里面特别好看，如果视频符合大家看一下。如果你想把已经加了的 animation 你想把它去掉怎么办？可以看是不是它当照片成我们的 animation。 来，我们再往后走，除的功能就是删除的功能，看比如后面这个我想删掉，对吗？也就是个删除，我就不说了啊。那这个是相当于裁剪的一个功能，可以看到我的屏幕吗？大家可以听到我讲话吗？还有我的屏幕断断续续的，声音有点断断续续的，有接听不见。开始卡了。Your dangle auto. 现在呢还行，还可以是吧？好，哎，好，那我们又听不见了。我也听不见了。嗯，我还是没有听见，怎么？给了。没有听见怎么去这个 animation。 老师呢？老师掉下去啦。不知道。你刚才听见他说怎么去 animation 吗？我没听。没有，我刚才是完全卡住的。对，这个还挺好玩的。是是是。老师 microphone 是不是 mute 的？所以他应该还在啊。老师去哪里了？所以这个 CapCut 就是只有英文的界面是这样的吗？应该是。
How are you, Andrew? How is the food? Is it okay? 吃饭我的饭了吗？但是还没有。我说你 tired of my food or okay? Wei 老师讲完了吗？哎，你的课是几点开始？7:45是不是？哎，上次那个 online 好像是变成45了嘞。啊？哦、oh, ，OK， 那你是不是准备就出去了呀？哟，这是啥东西啊 ？Have fun， 耶！嘿，老师还没回来吗？还是我这出问题了，老师不见了。好吧，去管。啥意思啊？老师有可能是在国内，是不是网络不好了，就弄不出来？不知道为什么在微信群上也没有回复哎。而且还是在线的状态，老师。行，那视频，行。问大家一个问题行吗？前面有点其他事儿给错过了。当我把这个，你们能听见吗？
可以，可以，可以。谢谢。当把这个照片或者是 video 拉长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把这个分解成更小的部分了。按照那个，比如说是个一分钟的视频，是把它就分成更小的一个时间段了呢？它拉长缩，它拉长缩小，好像就是比较方便于观看。哦，对，如果说你是想把它弄的小的话，可以给它剪切，就是用刚才那个 split 那个分割线，然后给它去掉。但是它拉长、放大、缩小都没有说影响到这个视频的长短。Professor, 对，就是视频不会我是说的不会把那个视频分割成更小的，比如说总共是一分钟，它没有把它分割成更小的，拉长之后会把它分割成，比如说本来是一个图片是两秒钟，不会把它变成一秒钟，不会这样子，拉长之后跟那个没有关系是吗？你是说的用两个手指头拉长的是吗？对。那个没有，跟长短没有关系，它应该就是比较方便观看的。对。哪个是有人在问问题吗？老师你回来了。老师回来了。刚才我在想没有注意听你们说话。我们都没听见呢。没有听见，就是老师消失了10分钟。是吗？对。我们还在。应该呀，我在讲呀。真的呀。Hello, 可以听到吗？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刚才我们都在找您。不应该啊，刚才我一直在讲呀，刚才是不是他这个软件的问题呀？我这个静音没有显示静音。没有显示静音吗？对，就是一直是正常的，没有显示静音。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都以为你就消失了。大家等一下啊，以为是那个网络出问题了呢。老师又没声音呢。现在可以听到吗？现在可以听到。可以。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软件我一退出去，它这个就没音了，我就听不到你们说话了。现在可以。对。Hello, 是不是刚才又听不到了？那 Hello 听到了。Hello 之前没听到。那等一下啊，稍等一下。现在可以吗？现在可以吗？可以。刚才你们听到？又不行吗？老师在吗？听到吗？听到，现在听到。但是你刚才那个声音又断了一截，你问听到了吗？我们才听到了，前面你说的都没听到。那是为什么呀？你看我这个软件，我发现我一进来这个地方，好像跟你们说，你们就能听到；我一出去就听不到了，是吗？不知道。好奇怪。不知道那个腾讯会议会不会更稳定一点。对，我也发现了，我是不是进去之后突然大家就听不见我的声音了，我反到那个 CapCut 的界面。对，就刚才在 CapCut 讲的时候就有一段一直比较卡。是吧，是不是听不到呀？反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转到 CapCut 界面它比较卡。我是发现我进来这个软件之后和你们说话我听得很清楚，你们也应该能听到我说话。现在听得见，你现在在。我现在我只要退出去这个界面，我把这个界面放到 CapCut 那个界面里面，我好像就我也听不到你们说话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奇怪。是因为软件问题吗？暂定。
我说嘛，我中间突然听不到你们说话了，没人问问题，然后我进来这个软件，我听见你们已经撇开了，已经聊开了。我们以为老师已经把我们给抛弃了。没有没有，我一直在讲呀，我意思我讲了十分钟的寂寞嘛，我在给我自己讲。我们也很寂寞。那这样吧，大家刚才听到哪一步了？听到我讲的哪一步了？就是后面你们听不到了。animation 是吧 ？animation 有刚开始用。对，那个 animation 实际上我在问问题的时候就没有了，我在问那个 animation 怎么就是你有 animation 的以后，你不喜欢那个效果，你怎么去去掉？实际上那个答案我就没听见了。哎，那个我给大家强调了，我自己给大家强调了有三遍，我怎么去删除那个 animation 的效果？但是我没有听见啊，没有听见。好，不好意思，这应该是它软件不稳定吧，还是怎么样？再试一下啊。嗯。果然是软件不稳定吗？老师你在讲吗？啊 ？Hello， 可以听到吗？现在可以。你看我一推出这个，我给大家共享我的这个手机桌面，大家就听不，我也听不到你们说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对。嗯，这样那就有问题。应该有问题，要不咱们这节课，要不就是再补一节课吧？好吧，咱们再补一节课。到后面好 吧，因为这节课确实这个软件出现了问题啊，我一退出去听不到声音了就。对对，亦或是换一个别的软件上课。我们以前在用那个，大家有用过钉钉吗？啊，有用过。是吧？钉 talk 你们应该是钉 talk。我没用过，那怎么在哪？嗯，没用过。这个完了，让我们的那个，他那个老师给大家沟通一下，好嘞，给大家沟通一下。对，因为这个实在是有点，哎呀，不方便，给大家讲什么都听不到。嗯。嗯，然后我完了再测试一下。那给大家说一下 animation 吧，好吧 ，animation 怎么删除？就是删除，大家在那个我就不点开给大家演示了啊，因为出去听不到你们说话。然后大家点开之后有没有找见那个效果？对，它有三个，对吧？有个 in， 有个 out， 还有一个组合的那个，一共有三个选项。嗯、大家选进去那个自己已经选好的那个效果的地方，去找见那个地方。对，可以找到吗？嗯哼，呀、嗯。对，找到那个地方之后，我们怎么删除呢？滑到最左边，那个效果很多效果的最左边有个圆圈，有一个杠，斜杠，点那个就可以删掉。嗯，可以吗？可以，就可以删掉，点对勾就可以保存退出了。嗯，可以是吧？呀。嗯。可以。可以吗？可以是吧？嗯。哎，好，然后。我刚才讲组合动画的时候，大家有听到吗？组合动画，对，不是有那个 animation 里面有三个吗？有个 in， 有个 out， 还有最后有个 combo。对对对，那就是组合动画。大家有听到我点这儿吗？没有，没有听到是吧？我没听到，不知道大家听到没有？我没听到。那应该大家都没有听到吧？应该是那个啊。in 那个我就不说了啊，跟刚才给大家说了一下，那个其实就是一个那个进入的动画啊，视频进入的动画或者是照片进入的动画。不过我个人建议，这个里面所有的动画还有效果用在我们做电子相册上面啊，它的效果会很好。然后呢，那个 out 也是一样的啊，因为一个出一个，就是一个放在我们的整体的开头，对吧？一个放在我们整体的结尾。然后呢，我们最后一个组合动画也是相当好看，它里面有很多这样子 3D 的啊，大家看一下，大家看一下自己的手机，有很多 3D 的这样子的效果啊。嗯，然后呢就是说因为这节课也上也我自己也寂寞了十来分钟了，完了给大家再补上后面的啊，再补上后续的好吧。好，那就不还有人在说吗？说话吗？ Hello Hello， 可以听到吗？可以听见。嗯，行，那咱们这节课要不就先说到这个 animation 吧，完了我们看一下这个软件是什么情况，好不好？
好。嗯，前面我说的大家应该都应该很简单啊，前面那些功能很简单，咱们下节课再进行一个这样子的补充，好不好？好。嗯，好的。那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大家现在？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我一直没搞明白，因为有时候我有点开小差。哎，好，您说。那个好的，就是这个。比如说你有一个 video， 就是有一个录像，就是有好多个画面组成，那你是每个画面都可以用一个不同的效果呢，还是你是怎么弄啊？这个就是你是不是贴出来一个画面，然后再我可以理解为你的这个一个视频里面有很多这个不同的画面吗？对，一个视频里面它不就是从那个它一个动作下来，其实有很多画面吗？那、就是、然后你想在这个每个不同的动作加上这个效果，对吧？对，是不是每个动作都可以加效果？对呀、啊，可以加呀。但是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不去就 split 的话，就是把它分割开的话，它你加进去效果，它是整体的效果，是你整个这个 video 的效果。所以你需要把你想要加那个效果的地方把它分割一下，然后加效果就可以了。哦，首先要那个 split 那个。对，你得把这个整体就和面包一样，对吧？有一块你就想抹其他的酱，你就想一个长面包，你肯定得把它切开，对吧？切出来一片，对吧？对，你才能去抹去。嗯，就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哦，明白了，明白了。嗯，好的，好的，多谢了，老师。啊，没事，没事，没事。完了，下次就是有什么，你们直接就微信给我打过来电话就可以了啊，打过来电话就可以了。嗯，咱们完了再试一下。嗯，今天实在不好意思啊，今天实在不好意思，因为我这里讲的也太入迷了，讲了个寂寞。讲的太入迷了，我反应过来，我说你们怎么没人提问问题呢？我一过来，发现你们已经在聊开天了啊，不好意思。行，咱们就是可能会多给大家再上一节课，多补一节课，小妈，咱们再详细说一下。好的，好的。谢谢。耽误大家时间了，耽误大家时间。没问题，多谢你了，多谢老师。哎，好。好，好，你们别怪我就行了，别怪我就行了。没有没有，谢谢。好，啊，谢谢啊，再见。那咱们补一节课啊，老师再见。哎，好，拜拜。嗯，好，再见。嗯，拜拜。嗯，拜拜。